那我们访问一下福高的陈先生，你们公司的简介跟规模。我们公司是生产，主要生产于就是一些手工具的配件，然后还有胎档类，就是捆绑类的弹性绳或是织带类的产品。那我们公司坐落在北斗工业区里面，然后我们是一个老字号的本土的工厂，然后自从1968年到现在，算是在业界算是具有相当的口碑的工厂。我们主要生产的产品有弹性绳，然后织带类的捆绑器，然后还有一些汽机车的行李网、置物网。目前公司发展的方向主要是还是以外销为主，欧美、日本，然后北美、南美，其实都是我们主要，包括欧洲都是我们主要的市场。我们公司主要配合的对象有贸易商，然后电投市场，然后网络行销，网络的邮购等等。然后未来的经营目标就是希望能拓展更多的业务，然后提供更优质的产品给消费大众。那我们非常谢谢陈先生参加我们彰化县工业会这次的展团，好，谢谢陈先生，谢谢你。